Hell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的 Ghost。今天我们来到第22届五哈季，这次五哈季到底有什么东西？那我们一探究竟吧 ，Let's go。我们来到 ICS 的厂商来测试这把手枪。这把手枪它的性能还不错，它的射程大约应该有30米左右。这把枪对新手来说应该蛮适合的。如果玩家们对这家很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直接到他们的店面来购买他们的产品，或者是直接到他们的官网来参考他们的产品来看看。设计记录连发的功能，只要打到十发，它就会记录住连发，就是你前面十发的每一发的速度，它会帮你记住。那我们的测速器就是可以支援到每秒80发、100发都有，都 OK， 它都可以办法测到，不会失控。它初速只要是在400公尺以内的，初速每秒400公尺以内，它都可以测到。参考看看哦。所以各位观众，这一款就是 A 6000，他们这一款最新的产品，然后现在的话售价是五花季现场特价是7700块。如果没有五花季的话，就变成1980。各位观众，如果想要买的话，可以去他们的官网来看看他们的产品，这个商品。OK， 各位观众，我们来到了娱乐神龙，他们的我们都是做升级套件。馆，对，这是改造空间，然后他应该都知道我们的秘密馆，对，就是夜间秘密馆，对，然后我们还有特别，就是还有这个降速门，就是
板只要自己抽换，不用拆把子。然后我们新的像什么，好像像的齿轮啊、活塞啊、开口啊之类的，所以就是很多玩家都有口碑。那这次我们新的，我们后来说的枪口，对，然后有就后来玩家也有说战术背景可以换，然后那个巨石枪这款。这种部队的那个巨石枪是他使用的内防枪，对，巨石枪。所以这个如果要定的话，要那个跟你们常去的枪店下是 OK。因为我们每次办展都会新的产品，这次新的产品是我们的快拆把子，快拆就可以换这个弹簧，新的快拆把子，然后不用拆到把子就可以换弹簧。不一样。下个电视机刚推出的，电脑的，所以一些玩家就说的型，对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拿起来真的很轻，对，就是它的那个重量应该有0.1克吧，对，然后它是那个电脑的那个手柄，对，然后它是那个手柄，对，然后不过是最后一天的，所以你们应该没有机会看到这个厂商。不过没关系，你可以去他们的官网或他们的网站上来去看他们的商品，这边的产品都很不错。OK， 来到祥九国际，我们来看看他们的枪支吧。这里的枪支大约都是1500到2000多块就有一把步枪。然后这里的枪也还蛮不错的，然后这边的枪支大约是5000多块，这里的枪支5000多块，看起来都很酷炫又炫酷。OK， 我们来到了立诚科技，我们现在就来继续看他们的枪支吧。哦，这就是他们的枪支，这里的枪支都很非常非常的精致。各位看一下，这里的枪支真的非常非常酷，还有后面的那些枪支，这一把 ESS 在游戏中跟现实中都是非常非常经典的枪支。各位看一下这边枪，还有以及我们这边的枪支。另外的话就是这边他们最著名的 AK47， 这个 AK47 都非常非常的精致，然后很完美，然后他们的木头都是真的木头来做出来的。还有这里的枪支，第一把就是传说中的 AK47 啊。
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请在右下角帮我按个赞。我是告诉你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